出去，我不来搭车了。姐夫七月你出去，我来接啊。真放了啦！放了，放了，等再分来接，再分。几点？这个，我教你看，我教你看，这十二点四十七，有看到无？你是只是咧十二点四十七。啊，这你等下等一个几点十一分的车，跟他说不能吸烟哦，现在又不见了，肯定要跑去吸烟了。昨天也是啊，昨天是早上来的时候啊，我这种讲不听哦，不然就请他先下去，我要吸先下去站外吸啊，车站就不能吸烟呢，不是只有我跟他讲，别班的也有跟他讲过。你那边安妮哦，个皮皮哦，我觉得那我就先请他出站，还有车再上来。刚我就跟他强调过，各位听到？不要结婚哦。啊，你别家种啥？要结婚哦。无啦。啊，要手提来，但是要准备要结婚哦。少啦。袂当啊。你来我无爱食啦。啊，那我来你就来食，干掉啊，袂当嘛。大家拢该讲过嘛，张嘛是嘛。哎呀，你也是不爱配合我得开出去哦。我说先生找他麻烦啊，我在那边站在那边叫，我干嘛走过来这边好几公尺的位置，找他麻烦。但我们车站有这种一些状况，有可能发生意外的状况，抽烟或怎么样，我们当然要注意啊。出去，我不来搭车了。姐夫七月，你出去，不要这样。不出去，不要这样啦。去我刚去我，不要这样。这个阿伯被我解除契约哦，现在把他带出站了，现在在月台楼梯这边。你出站没得坐啦？那这个抽烟哦，明知故犯，刚才讲了，现在在那边抽啊，不让他搭了哈，就不要让他再进来了。